定要相信你自己，身为护理的判断，把人救活了就对了。你忍耐一下哦。啊！差点害死我们儿子的就是他。我希望敏安能够尽可能的远离你，是因为我知道他对你越有好感，他就越有可能受伤。啊！徐医生，你可以的。杜医生，换手，杜医生。下周一晚间8点，《生命捕手》第一季精彩最终回。